去隔离生，大反转耶！我们老师刚刚给我发消息说，说我可以继续回去当大提琴手了，只要我坚持努力练习，我就可以参加汇演。我脑袋这一下没白挨耶！林之校，你受伤跟你老师让你回去拉大提琴有什么因果联系啊？非常有联系，这是上天对我的补偿。玄学，玄学你不懂啦。是我不懂，把手先放开呗。Sorry 啊，太激动了。没关系，如果你想消毒的话，你就消毒，我不会认为你在歧视我的。你说你这个样子以后怎么谈女朋友啊？手都不能拉。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，没说什么。其实吧，这谈恋爱呢，就是谈恋爱的谈法。